总集引领光伏项目为生态科技转型打下夯实的基础。运维业务开展变电、配电、用电三个层级的运维业务，变电层开展变电站视频监控和通气设备运维，配电层开展一款通气设备、智能站所终端、架空和电缆线路故障指示器、三摇助长开关自动化运维，用电层开展供电智能终端运维、居民用户低压提超运维、供电光运维，同时开展大用户聚电自动化设备运维，三个层级的运维业务与产品研发的支持联动，通过运维业务反哺用户产品使用数据，提升产品优化、技术促进、运维服务质量。